居電台方面講，可能有人今次自制啲假嘅門票，所以有部分手持門票嘅歌迷入唔到場。不過佢被安排在場館外，而場外亦都加設一部投影機直播場外嘅情形。誠心唱出家居最喜歡嘅作品，唱俾家居聽，向佢致敬。場內2600座位全部霸滿，這個悼念會是沒有歌星上台表演的，只是播放家居生前的名曲，伴著歌迷千人合唱，作為對家居的悼念。由于星期五晚家居遗体由机场运到殡仪馆的时候一度引起混乱，到星期六有消息传出 Beyond 三位成员在殡仪馆那里去寄野照来回，前居可鉴，所以警方加派人手，但是记者会临时更改地点，所以现场没有发生任何事故。7月4日，殡仪馆设置家居的灵堂供人拜祭。在上午大隻家居的歌迷未算很多，而家居的家人體諒歌迷對家居的敬意，也准許歌迷將在靈堂裏面鞠躬致敬。為免混亂而婉拒歌迷上香和瞻仰慰容的。靈堂內外擺了很多各界友好和歌迷送的花圈花牌，据讲今次的丧礼花费超过100万，而内堂物品一应俱全，有很多仲是歌迷特别带来给家居添的。到了晚上，可能电台的音乐悼念会结束的关系，殡仪馆之外很多歌迷前来吊唁，而警员也维持秩序。据我估计，在短短数小时里面有超过800多名的歌迷进入灵堂吊唁，但晚上11点灵堂不准歌迷进入，但是有部分歌迷还在门外逗留，甚至乎通宵守夜。7月5日亦都是家居出殡的当日，一早有超过2000位歌迷和看热闹的市民住在殡仪馆的门外，排队进入灵堂向家居作最后的致祭。家居丧礼的治丧委员会安排了一个特定的位置给记者拍摄有关亲友和歌迷拜祭的情况，而很多圈中和圈外的友好都分别莅临，可见家居生前人缘甚佳。当日想进入灵堂拜祭家居的歌迷比昨日排得多，为了早啲疏散人群，所以每一批最有好多礼物送给家居，有祝福的纸鹤、花圈、花牌。他鞠躬之后
大会就唔准佢逗留，要离开啦。就请所有全国媒介朋友离开灵堂，因为将举行瞻仰慰容同埋封棺仪式。而家属嘅家属唔想将呢个过程公开，而记者同我嘅摄制队咧，好明白家属嘅心情，于是为咗离开灵堂，揾个有利位置拍摄。工作人员用白布遮盖整个门口，传媒好友可以放低摄影机咧，进入里边瞻仰慰容。传媒嘅朋友。是未见家驹的。有些记者瞻仰慰容之后都不禁凄然落泪。半个钟头之后，封棺仪式完毕，灵堂大门同法布再次打开。负责扶灵的是家驹生前八位好友。家驹的家人亦作最后的辞灵仪式。
由于星期五晚家驹遗体由机场运到殡仪馆的时候一度引起混乱。到星期六有消息传出 Beyond 的三位成员会在殡仪馆那里去寄野照来回，前居可鉴，所以警方加派人手，但是记者会临时更改地点，所以现场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七月四号，殡仪馆设置家驹的灵堂供人拜祭。在上午，拜祭家驹的歌迷未算好多，而家驹的家人体谅歌迷对家驹的敬意，亦都准许歌迷将在灵堂里面鞠躬致敬。为免混乱，而婉拒歌迷上香和瞻仰慰容的。灵堂内外摆了很多各界友好和歌迷送的花圈花牌，据说今次的丧礼花费超过100万，而内堂物品一应俱全，有很多还是歌迷特别带来给家驹添的。到了晚上，可能电台的音乐悼念会结束的关系，殡仪馆之外很多歌迷前来吊唁，而警员也维持秩序。据我估计，在短短数小时里面有超过800几名的歌迷进入灵堂吊唁。但晚上11点灵堂不准歌迷进入了，但是有部分歌迷还在门外逗留，甚至乎通宵守夜。七月五号亦都是家驹出殡的当日，一早有超过2000位歌迷和看热闹的市民住在殡仪馆的门外，排了进入灵堂向家驹作最后的致祭。家驹丧礼的治丧委员会安排了一个特定的位置给记者拍摄有关亲友和歌迷拜祭的情况，而很多圈中和圈外的友好都分别莅临，可见家驹生前人缘甚佳。当日想进入灵堂拜祭家驹的歌迷比昨日还要多，为了早点疏散人群，所以每一批进入